各位同学，欢迎你参加今天的小欢庆。今天我带了一个新朋友来哦，他叫做咔吱咔吱咔吱拉。咔吱拉没有来过教会，他也不认识耶稣，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今天我邀请他一起参加。同学们，在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没有来过教会或者不认识耶稣呢？好，鼓励你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好，就让我们先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小欢庆，让我们一起去破冰 Go！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破冰时间。今天一样是由我们四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而且呢跟各位同学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非常的需要大家的默契大考验哦。好，等一下呢我们会把杯子，手上的杯子放在头上，然后呢布丁老师手上有一盒从碎纸机拿出来的这些小碎纸，我们呢要传递这个碎纸，像这样子传到嘉宾老师身上，然后杯子里面，然后呢一路的往乃宜老师的方向传，最后呢我们从磅秤里面呢看看我们要传几轮才可以达到20公克的重量哦。好，所以呢现在呢就要从我们的第一轮开始。好的，现在我要进行第一轮喽。我们呢目标是20公克，所以呢我先放多一点进来。好，嘉宾老师，好，准备好了吗？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像有很多都掉地上喽，开始出现雪花了。对，开始出现雪花了。哇，加油加油加油！好，成功。哇，你好像这次倒的比较少出来，我这边很多。好，你在哪里？那乃宜老师，等一下帮我们看一下有几克哦。好了吗？都还在乙武老师的杯子里面。乙武老师，你要高一点，你不要蹲那么低。好的，有一种来到冬季的感觉。好，没有，我要先看，我先看一下乃宜老师那边现在多少了。好，4克，4克。好，那我继续喽。好，来，嘉宾老师，我们的第二轮。好，出发。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达到20克？刚刚才4克而已耶。真的？对，所以我们看来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哦。好，倒完了，倒完了。好，放我这里，放我这里。你不要站那么低。你在哪里？你歪了一下。好，七，可以了，我倒完了。我们真的很需要看一下，现在快变成雪人的嘉明老师。乃宜老师要帮我们看一下那个数量到多少了？11克，加油！好，我现在这是第三杯。哎、欸，你很快，你到底倒？你是没倒完哦？倒进去。你不要蹲下，你要高一点。有有有有有。很需要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没有那个。没有变，变雪人了，感觉没有变多，没有变多、哦。对，加油！好，我下第四杯。好，第四杯。好，那你蹲低一点好了。好好。哦，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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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几乎都进了。好，第五杯喽。你有倒完吗？哎、欸，怎么剩下一点点而已？还没，大家加油！你这是什么概念？在衣服里面了啦。好，然后我现在是第五杯，第五杯。
你有还有东西吗？你是不是？好，来，来喽。哪里？很好，很好。啊！我只听到奶奶老师的惨叫声。你倒完了吗？你倒完了，你杯子是空的，奶一位老师，你杯子是空的。啊！哎，我现在是第几轮了？第六杯，你，佳美老师。应该给镜头看一下怡文老师的背后。你是好，我现在是垫高一点，你的纸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好，第六杯来了，看来我会是最干净的一位。你到底有没有东西下来啊？你的背子的剩下两三根而已，打到了。我都感觉我倒不出什么所以来、啊，到底还有几轮？第七轮了，快点，我的弹药快不够了。如果弹药不够，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到底可以获得多少功课，感觉都在地上哎。好，都全中了。好，第七杯，还有吗？哦，很好，第七杯够。怎么？哎，等一下你杯子里还很多哎。你以为可以堆？哎，我哪里有投机？你是一直扫那里面桌面上的。好，我第八杯喽。第八杯，哎，所以现在到底多重了？可能等一下要测量一下。啊，你蹲低一点。你都倒在这里了。那我们就到完为止好了，好不好？因为我这边快没了。好，到完为止，看我们到底能够成功几克。好，20克，看我们能不能完成20克。因为我这边弹药也快不够了。有了吗？好，我现在第八杯喽。好，最后一杯了。没有，这边还剩一些碎屑。我感觉我们应该已经达到了，应该达到了哈。对。好，哇，这边很满。好，直接就蹲到最低了。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我这没了。所以越来越熟练了，是吧？对，越来越熟练了。英文老师加油！没了吗？我们不需要去有下雪的地方就可以有雪，还有吗？雪的感觉。好，最后了，哇，很好。好，来看看我们总共有多重的重量。好，我们总共完成了28克，给自己拍拍手。好，我们可以那转过来看一下大家背后的风景。好可怕、哦。有啦。我觉得佳敏老师最疯狂，佳敏老师好像从那个雪地里跑出来一样。好，今天的破冰游戏就到这边咯，很好玩吧？是不是没有去到下雪的地方就一样有下雪的效果呢？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敬拜神。Hello，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很开心，今天是我跟佳敏老师一起敬拜，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有活力哦，好不好？待会呢，请大家就从桌上起立，你可能在你家的电视或电脑前面，都欢迎你可以起立一起敬拜，让带出你的热情，让神知道你是喜爱敬拜的孩子，好吗？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举双手，哈利路亚三声，预备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好厉害哦！人安喜乐。
光刺。在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我们要继续邀请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谢你，你是信实慈爱的神，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就爱我们到底。谢谢你不离弃我们，你的爱永远都住在我们心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地方住，也让我们有家人，让我们在跟家人对话或者是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容易发怒，让我们可以很开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领受到好像有些同学他有过敏的症状，如果这是你有这个症状，就请你把手放在心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请你医治这些同学，让他们这些症状都可以舒缓，也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医生，可以去医治他，找到过敏源，然后也可以希望你可以赐下力量和帮助在他们身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领受到一件事，可能有些同学他们有情绪管理上面的障碍，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把他们身上控制他们情绪的这些撒旦还有恶魔，把他们全部都赶走，也求你把情绪控管这个问题交在你手中，使他们能得到医治，也求你把你的恩膏厚厚涂抹及遮盖在他们身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领受到有一些人，你一直跟耶稣在求一些什么，有可能是你认为很重要的，但是他并没有实现，所以说好像要跟你讲说，我是用另外一方面祝福你，不一定是你现在求的，我是要给你更好的、上好的来给你，不一定是现在可以发现的，是长久的、长远的。主耶稣，请你祝福这些人，每当他们感到很失望的时候，请你加添力量还有信心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继续相信你，然后继续等待，等待你祝福他们，也请你让他们每一天都充满从你而来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战争、病毒、贫穷、污染，种种的问题令这个世界越来越忧伤。撒旦的邪恶势力正在世界横行，他以金钱、权力、玩乐、各种事物引诱、迷惑人们，如同吼叫的狮子，随时随地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旌旗教会的孩子们同心合意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这时圣灵也在他们当中。主耶稣，请你来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攻击。孩子们不要害怕，基督已胜了这世界，只要与我同行，你们的生命要结出圣灵酒果，这果子要使你们在世界站稳脚步，为我发光。圣灵果子是什么啊？在哪里呀？怎么结果啊？这一天儿童欢庆结束，小姐的妈妈打电话给教会的小组老师，因为有件事情让妈妈很烦恼。喂，平安。老师，我要跟你说一件很困扰的事。我家女儿啊，她有一个坏习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才好了。
们说，他真的很爱吃糖果，我怎么规定他讲道理给他听，跟他说会蛀牙肚子会痛，他都不为所动，总是找机会啊就偷吃糖果。昨天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我看到小杰抱着肚子脸色发白，一问之下才发现他一口气把太多糖果塞进嘴里吃了，最后他还吐了一地。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都跟他说了吃太多糖会蛀牙，不行吃这么多，但是他总是偷偷的趁我没有注意的时候就把糖果偷藏起来吃。好的，我会找机会跟小杰说。孩子们，我们今天要来说一个圣经故事哦，这个圣经故事非常的精彩，请小朋友的耳朵借给我仔细听哦。但以理和三位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为了不玷污自己，他们很有节制的不吃国王为他们预备的佳肴美酒，求太监长容许他们只有喝水和蔬菜。十天之后，他们的脸色却比其他人都更美，太监长就允许他们以后都吃蔬菜。孩子们，有些食物啊看起来很好吃，但是啊对我们的身体一点帮助也没有，像丹尼里跟他的三位朋友，他们啊在看到满桌好吃食物的时候啊，没有因为这样就忘记了上帝哦，反而啊他们只吃了蔬菜还有喝水，但后来呢他们身体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生病，反而啊他们的脸看起来很红润，非常的健康，而他们啊也表现出了一个节制的好品格哦。孩子们，请想一下，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件事情是你需要节制的呢？老师，我有，就是我很喜欢看历史故事书，可是医生警告我要好好保养我的眼睛，不然我的近视会越来越深。谢谢小可，历史故事书啊确实很精彩也很好看，可是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限制一直看一直看，哇那这样的眼睛啊很容易呢就会闪开到哦。你的分享非常的真实，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要跟我们分享自己需要节制的事情呢？原来其他同学也都有需要克服的坏习惯，那我也把爱吃糖的坏习惯说出来好了，请老师为我祷告。老师，有件事我需要节制。好，小姐你说。我太爱吃糖果了，前几天还因此吐了，希望上帝能帮助我改掉这个坏习惯，不然有时候真的会肚子痛牙齿痛。谢谢小姐的分享，糖果啊真的很好吃，吃的非常的喜欢哦，可是过度的摄取就会造成你们身体的负担，所以啊我们需要学习节制的品格哦。那我们现在大家就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把小可还有小杰交给你，你是爱他们的神，当他们过度看书吃糖果造成身体负担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要结出节制的果子，好让这些事情成为他们的祝福而不是问题。谢谢耶稣，小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妈妈，我今天为了节制吃糖果的事情请老师帮我祷告哦。哇太好了，那上帝有跟你说什么吗？祷告的时候暖暖的，感觉上帝要跟我说他会供应我的一切需要，所以我要学习适量节制，有健康的身体未来能做更多美好的事情。哇这是很好的学习哦，感谢主。
圣经故事屋。嗨，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今天的圣经故事屋。今天是圣灵九果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了，是什么呢？对了，节制。好，在过去几周呢，老师们呢，对于圣灵九果的分享，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先一起来复习一次哦。好，圣灵九果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同学们，经过这几周，你背起来了吗？好，我有一个经验的分享，就是一开始呢，小林老师呢会三个一组，然后来背它。好，一开始你可以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就是这样，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去背诵它哈。你念顺口，你就自然背起来了。好，在今天呢，一开始我想跟你们讲一个绘本故事，是有关于节制。好，这个故事呢叫做《永远吃不饱的猫》。好，他就说到呢，在从前有一只猫，它叫做咔吱咔吱咔吱啦。它的身体呢大的吓人，然后永远都吃不饱。啊，这一天呢，男主人就跟女主人说了，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家会被咔吱啦吃垮的，不行，我们呢，要把它送走。这时候在桌子底下的咔吱啦听到，他心想说，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让你们把我送走。好，那个女主人呢在送走咔吱啦之前就为她预备了一些食物。好，她就预备了一盘鱼、一碗粥跟一杯鲜奶。好，当咔吱啦吃完的时候呢，女主人就问咔吱啦了，说咔吱啦，你吃饱了吗？咔吱啦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不过吃了一条鱼、一碗粥跟一杯牛奶，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所以我要把你们吃掉。说完，他居然就把女主人跟男主人吃掉了。刚刚才饱餐一顿的咔吱啦呢，他就往屋外走，他就遇到大猪，跟大猪打招呼说，嗨，大猪你好。大猪就说，咔吱啦你好啊，你吃饱了吗？咔吱啦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刚刚不过吃了一条鱼、一碗粥、一杯牛奶，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所以我要把你吃掉。说完，咔吱啦就把大猪吃掉了。哇，那个咔吱啦呢，吃饱了以后，他就想还要去晒晒太阳。他跳到屋顶上，遇见了扫烟囱的人。他说：“嗨，扫烟囱的人，你好。”好，扫烟囱的人也跟他打招呼了，就是说：“嗨，咔吱啦，你好啊，你吃饱了吗？”咔吱啦一样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不过吃了一条鱼、一碗粥、一杯牛奶，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还有大猪，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我要把你吃掉。说完，他一样把扫烟囱的吃掉了。这时候咔吱啦呢就跳下屋顶，然后呢要去散步，走到教堂的前面，遇到牧师了。他说，嗨，牧师你好。牧师说，咔吱啦你好啊，你吃饱了吗？咔吱啦一样的回答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不过吃了一条鱼、一碗粥、一杯牛奶，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大猪还有扫烟囱的，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所以我要把你吃掉。说完，他就把牧师也吃掉了。哇，这时候来了一对新人，就是新郎和新娘，他们要来到教堂结婚，要找牧师为他们证婚他看见咔吱啦，咔吱啦一样很有礼貌的打招呼说，嗨，新郎新娘你们好啊。他们也回答了说，咔吱啦你好啊，你吃饱了吗？哇，咔吱啦
就说了跟刚刚一样的话，我不过吃了一条鱼，一碗粥，一杯牛奶，我的男主人和我的女主人，大猪少烟囱的，还有牧师，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所以我要把你们吃掉。说完他就把新郎和新娘吃掉了。哇，这个卡兹拉呢一路走，然后遇到谁他就把谁吃掉。这时候月亮出现了，他就跟月亮说，嗨月亮你好啊。月亮也说了，卡兹拉你好，你吃饱了吗？卡兹拉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他就把他今天所吃过的从头到尾再说一次。他说，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所以我要把你吃掉。说完他就把月亮也吃掉了。哇天哪，月亮吃掉之后，天亮了，太阳出现了，一样的，这卡兹拉还是很有礼貌的打招呼说，嗨太阳公公你好啊。太阳公公说，卡兹拉你好，你吃饱了吗？哇不得了，卡兹拉又开始就把他过去所吃到吃进肚子的每一个食物跟人呢再一次的说一次。他就说，我的肚子还是空空的，所以我要把你吃掉。当这个卡兹拉伸手要去抓太阳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卡兹拉爆炸了。他吃到肚子里面的人呢一个一个跳出来了，甚至呢那个一开始的大猪，还有他吃的鱼呀、粥啊、牛奶都出现了。这个不知节制的猫呢，他最后的结局是爆炸了。然后呢他们呢村里面的人就再度的恢复那个平安的日子。好，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故事是吗？但是我们也可以听到哦，当你不知节制的时候带来的后果呢是很可怕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你们有做过什么不知节制的事情带出这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吗？我想想，今天在你下课回家吃饱饭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你想，好，我来玩个游戏。但是呢今天这个游戏实在太刺激了，然后你一直破不了关，所以呢你就一再的挑战，一再的挑战。好，到了晚上睡觉时间到了，妈妈来提醒你说该睡觉咯，你才发现，哇惨了，功课没写，明天要考试的都没有预备。这时候你的结局会不会像那个卡斯拉一样不过不会是你爆炸，我相信是你妈妈爆炸。第二天到学校呢，老师也会爆炸吧。等到你考完试，那个可怕的成绩呢带回家让爸爸那个签名的时候，我看你爸爸也会爆炸。好，无论如何那个结局都是很吓人的，对不对？那我们来听听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人他对于节制所说的在这些话呢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对了，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保罗。好，他在哥林多前书10:23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神赐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自由的做选择。但是呢如果你单单就是要满足你自己的本性的欲望，那带出来的结局就会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例子，就像打电动没有节制所以呢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节制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可以求圣灵帮助我们。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的6:12也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好，我们刚刚所说的打电动如果呢你就是为了要破关，那你毫无限制的然后一直在这个游戏上，
哇，他就变成你的主人了，因为你被他辖制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时候你能够有节制的行为，就是时间到了，你知道把这个电脑怎么样关掉，然后把功课拿出来做你当做的事情，是的，你就是有一个节制的果子，好，在你的生命开始长出来。好，圣灵酒果呢，是以仁爱开始，以节制为宗。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以爱来出发，但是最后我们也需要有节制的行为，这样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才能带出果效哦。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你们有没有在哪方面还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呢？在时间的运用，或者是在你话语上面的使用，或者是在你本身的欲望，对于情绪。好，我们在今天的小欢庆结束之后呢，你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来讨论哦，你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是不是你可以请你的家人来成为你的帮助哦，你们可以先一起祷告，然后呢未来遇到类似的事情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提出来啊，叫你们家人之间真的都能够来帮助。好，最后我想我们还是很需要来祷告，然后求耶稣来帮助我们。好，同学们，就让我们双手合十，低头闭眼睛。好，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你也使用圣经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遵循你的命令，怎么样的依靠你，帮助我们生命能够长出圣灵的果子来，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叫我们能够长出天父喜悦我们的身量，成为他所爱的儿女。谢谢主，赞美你，要再次的将我们的软弱交在主的手上，你来帮助我们，你赐下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力量，并且真实的叫我们家人都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谢谢耶稣，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屋就到这里喽，各位同学，欢迎你下周我们继续一起来参加小欢庆，拜拜。嗨，今天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吗？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惊奇儿童小欢庆，或是你还不认识耶稣，或是你也没有去过教会，我们要特别特别欢迎你。你知道吗？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你，可是耶稣已经认识你，耶稣也非常爱你。我们很期待你可以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感受上帝的爱。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在教会你可以感受到温暖，在教会你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们真的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到教会，可以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领受耶稣的爱。如果你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或者你也希望可以更多认识耶稣，欢迎你来点选我们影片当中的连结，或者你可以扫 QR code， 你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协助你来填这个表单，帮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你，而且也帮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祝福送到你的心里哦。所以真的很期待下个礼拜还可以再看到你，
欢迎你下一周继续加入我们，我们下周见。圣经目录歌哟，一起来学，每天都要读圣经。 BIBLE 我最爱它。目录创出立名声，舒适的撒撒王王代代啦，你是博士真传歌赛耶埃杰丹和尔摩厄拿米红哈翻盖亚马换新约泰可路约图罗林林家福飞西铁铁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犹大启示录，总共66整本都会了。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来主题，你的话再给我力量。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亲近你，你的话满心盼望。创出黎明声，舒适的撒撒王王代代拉，你是博士真传歌赛耶埃杰丹和尔摩厄拿米红哈翻盖亚马换新约泰可路约图罗林林家福飞西铁铁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犹大启示录，总共66整本都会了。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来 QT， 你的话带给我力量。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亲近你，你的话满心盼望。这是我的圣经，宣告我的命定，这是我的圣经，宣告我的命定。 Yeah， 每天都要读它， Yo Yo， 每天都要读它。这是我的圣经，宣告我的命定，这是我的圣经，宣告我的命定。 Yeah， 每天都要读它， Yo Yo， 每天都要读它。